戴黑色口罩的一传媒黎智英，礼拜一下午到达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他被控两项组织和三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涉及去年八月到十月三场游行，三宗案件共五项控罪，最高刑罚都是监禁五年。其余十四名被告包括民主党的李柱铭、杨森、何俊仁和善仲佳，前议员吴霭仪、欧诺轩、梁国雄、李卓仁、何秀兰，现任议员梁耀忠、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还有民阵副召集人陈浩焕、社民连前任和现任主席吴文远、王浩明，他们各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和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涉及去年八月到十月多场集会，其中涉及去年十月二十号的非法集结案，吴文远的代表律师反对转介到区域法院审理，说控罪涉及的刑期不超过裁判法院的限制，要求押后案件四个礼拜等控方提供转介的原因。裁判官一度休庭，最终决定等候辩方是否就控方的转介决定提出司法复核，将全部案件押后到七月十五号再讯。黎智英之后离开法院，但是上车后几分钟又折返。在法院逗留多几分钟再离开。控方说黎智英等多名被告在保释期间再次干犯同类型罪行，并且有潜逃风险，提出要求他们遵守更严苛的保释条件，即是不可以离开香港，每个礼拜两次到警署报到，以及交出旅游证件。但是裁判官最终批准被告按照原有的条件担保。东网记者黄永彤报道。踏入夏季，本港部分地区上星期录得超过摄氏35度高温，无论是大人定是小朋友都想吃翻杯雪糕消消暑，不过就要留意吃落肚的雪糕会不会有问题了。消委会在测试入面发现这款雪糕的总含菌量在29款测试样本之中最高，每克有58000个细菌菌落，超出每克50000个细菌菌落的标准。而这一款虽然总含菌量没有超标，但是大肠菌群的含量就超出每克100个细菌菌落的标准。消委会说进食这些雪糕之后不会即时食物中毒。今次其實我哋都有驗其他啲致病嘅細菌嘅，譬如呢個三門氏菌啊、李斯特菌啊咁樣，咁嗰啲咧致病性細菌咧，今次咧我哋咧冇發現到嘅喺我哋嘅樣本嚟講嚇。啲硬雪糕或者呢個冰凍甜點嘅儲存温度咧係有規定咧，必須係喺-2度以下嘅。咁軟雪糕就冇呢個規定啦。咁軟雪糕嘅儲存温度咧相對咧就可能會較高，咁細菌咧亦都容易咧生長嚇。咁所以我哋都呼籲業界咧應該定期咧進行環境啊、工具啊、機器嘅清潔啊同埋消毒咁樣嘅。消委会今次测试市面29款雪糕和冰冻甜品，发现每100克的含糖量介乎12克至22.7克，当中有19款属于高糖，而这一款同时属于高脂食物。根据世界卫生世卫的建议，一个60公斤的体重的成年人每日应该摄取少于50克的游离糖，以进食检出最高糖含量的一款雪糕样本81克计算，就会摄取大概18.3克糖，占每日建议的糖分摄取量超过35%。而一个17公斤体重的4岁女童为例，每日就应该摄取少于31克的游离糖，故此进食同一款雪糕就会占每日建议糖分摄取量的大概60%。咁如果佢好中意食雪糕，
即係可能是不斷咁樣食，或者係好頻密咁樣食，唔係話每日食幾支啊，係講緊可能嗰個禮拜咧，差唔多日日都會食一啲嘅話咧，咁其實咧不其然地咧，若果去食其他嘅嗰、那個日常嗰個嘅我哋叫 diet 啦嚇，嗰、那個做嗰個飲食嘅習慣都係比較食啲比較肥啲嘅嘢咧，同埋甜啲嘅嘢咧，咁啊會受個影響啦。測試同時發現，全部樣本都含有飽和脂肪，會增加患上冠心病嘅風險。虽然炎炎夏日，雪糕有时难以抗拒，但要健康，消委会都建议少食为妙了。东网记者何子豪报道。咁你喺上呼吸度揾唔到一个阳性，要喺一个通常嗰个病毒浓度比较高嘅下呼吸度先揾到一个阳性嘅标本咧，呢样嘢亦系一个比较常见嘅现象嚟嘅。咁、其实呢个系表示，因为我哋取样嘅时间嗰时候，可能个病人嗰个病毒量都唔系特别高啊，而系话喺上呼吸度个病毒量系更加低嘅，所以我哋好多时揾唔到，而系话只系要去到下呼吸度嗰时先揾到嗰个阳性样本出嚟啦。咁、就呢样嘢就唔系表示所谓空气传播。事实上喺嗰个六传流度咧，直至目前为止冇任何嘅一个客观嘅一个证据系证明，即系话佢系嗰个渠道度即系有一个泄漏嘅风险。同埋係喺佢環境採集嘅樣本啦，無論你喺嗰啲嘅影響單位嘅試所咧，或者喺佢嘅抽氣線度咧，都揾唔到啲殘餘嘅一啲嘅即係核糖核酸嘅一啲嘅跡象咧。咁、其實呢啲所有跡象其實都係唔指向一個即係話係開個空氣傳播嘅，除非我哋發現咗進一步嘅證據啦。如果唔係喺呢個階段嘅，仍然都係話最大可能係透過一啲嘅公用嘅設施，而佢大部分一啲嘅感染嘅人都係聚喺同一層樓咧。咁其實亦都係表示，即係話透過呢個環境接觸，即係話係接觸啲共用嘅嘢，或者共用一啲嘅設施而引致嘅傳播嘅風險嗰個可能性係比較大嘅。今天上學的心情是怎樣的？開心。有什麼不開心啊？有什麼那麼開心啊？姐姐問你。都同學仔。昨晚會不會睡不著啊？昨晚有沒有睡不著啊？沒有。那你有沒有擔心說感染到細菌啊？沒有。為什麼會怎樣防備啊？戴口罩。還有呢？仲有咧，隻手手點啊？保持清潔。我而家唔記得咗。O K。我係我緊張過佢，因為始終都係太耐冇翻學啦，咁驚佢唔適應咯。係。擔唔擔心疫情？其實現時嚟講咧，我就覺得 O K 嘅。咁只要我哋自己真係做翻足夠嘅防疫，咁我覺得都真係會感染嘅機會都比較少嘅。校方有冇話叫你今日翻學之前即係特別準備啲乜嘢，或者提醒你即係要記得幫小朋友拎？佢哋啲物品咯，全部都係要自己袋，即係譬如之前可能文具啊、水啊、各樣，其實學校都會有幫手準備。咁但係即係大家都驚感染嘅時候，所以水而家都要自己帶水樽啦、文具又要自己帶個筆袋去即係幫佢自己預備翻自己嘅，咁就唔會同咁多小朋友接觸，咁就希望可以減少到嗰個感染嘅機會。平時一個課室咧就坐好多小朋友啦，咁而家咧就係咧基於其他級別都停課，咁就將所有全校嘅地方咧都俾曬 K3 去到用啦，係啦，咁就小朋友分流去上課啦，唔同嘅課室。咁每一個課室咧就只係即係坐一半嘅小朋友到嘅啫，咁就一班就拆兩班咁樣去到處理咯，係啦。咁老師亦都總動員啦，去到照顧呢啲小朋友啦。咁同埋佢哋翻學嘅用品咧都要消毒嘅，係啦。平時佢哋就淨係潔手，咁而家咧大家都頭先見到啦，我哋就會結埋個書包啦，就會請姐姐噴消毒液啊。啲物品咧我哋就盡量減少共用咯。即係玩具，以前我就鼓勵一起玩啦，一件大積木一起玩。咁而家就即係都暫時都唔會啦。上滑梯啊，咁呢一啲咧，因為會大家公眾會接觸到啊，咁我哋都盡量避免啦。咁啊，即係盡量開一單車啦。咁因為嗰啲係即係只係你自己
可以玩自己嗰一步，咁跟住就就消毒咧就會溶針，避免咗嗰個交叉感染啦。望想你睇新增咗赞分任务，每日签到同埋阅读指定新闻，快啲下载东网 app， 一边睇新闻一边赚到更多 OM.CC Coin， 换取丰富奖赏。